高雄啊、我们还是以健康蛮多为主啊，大概有13000多，主要环都选区的山都是内销的市场啊。那外销的市场是以新加坡跟加拿大为主。那中国在我们的市场里面，我们一年13000吨里面大概有20吨是有一个合作社啊，在六会啊，有说啊这个啊我们健康蛮多。所以这个部分也因为我们这几年啊持续的啊正向的发展是相对关系。但是我想，假如说以这种非科学的啊这种单方面片面的啊这种这个行政的一个措施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也违反了在WTO相关的贸易的一些规范。我想这个，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不好。不管是对农民来讲啊，或者是对整个国际的这个贸易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错误示范。